宅男女神安心亚过年前真的好忙，不但跨年唱了四场，尾牙跟活动也接不完，这让安心亚进账百万元的酬劳。但是呢，这一波忙完之后，安心亚说她要出国三个月来充电。化身太空特派员艺人安心亚，一身红色穿着，喜气洋洋站台，而这只是她过年前的第一站。银色半截小洋装，安心亚热力开唱，俏皮又可爱，台下的观众全嗨翻了。你受伤了，唱到经典歌曲呼呼，在舞台上快速换装，变身黑色镶金小洋装，扭腰摆臀，动作超级大。光是跨年邀约就接了四场，紧接尾牙跟过年的邀约也是超级人气王。今年收跟去年我不知道，我还没算应该过年前会来个总结算吧。虽然很低调，但预估近期活动至少十场起跳，上百万的酬劳入袋。过年就是计划，因为去美国表演，就刚好待在那个美国进修一下。趁着过年好好休息跟充电，安心亚就希望在新的一年展开演艺事业新的气象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心亚，祝东森财经台的朋友们羊年行大运，天天赚大钱。东森新闻总报道。